I said a project.刚刚才开始旋转，大力。是不是要自己再滚一次比较好？我看看，好像很浓的样子。这已经先把上面的东西捞掉，泡沫捞掉，的确是滚了。捞出来的渣渣，好，那我们来试看。这一杯是有捞掉泡沫。这一杯是没有捞掉泡沫，泡沫都在这一杯，看看效果。它就是一种黄豆汁，但是呢，是一种特浓的黄豆汁，还是要加点水。嗯，还不错喝。我觉得很浓。你要加水，当然你没有加水。啊，这是打成的绿拿铁，有蛮细致的哦，比我原来用那个果汁机喝的还要细致。